你以为这是睡衣派对还是什么？来吧，小妞，咱们看看你的功夫怎么样。哎，你没听到我朋友说的吗？妈的，他太挂了吧！我。 好吧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两个巨人守在那儿，门后是什么？今晚有格斗比赛，还有燃烧仪式。好极了，用手就能碾碎你。 再想跑，
今晚不接受下注。准备好被我踢屁股了吗？好吧，起来吧。来吧，神，揍他一顿！我可在你身上压了一大笔钱。用力，给我使劲今晚不该来掺和的，让我过去，我不想惹麻烦。你已经惹了。真让我失望。让我印象深刻。
可以把你。好日子到头了。起来吧。向前走。就要接受考验了。还有武器，第二回合，把你吓尿了。